各位，来，我今天跟大家通知一下，我们的三个十六跟十二十二十七二，啊，没有用过我们安哥威廉肥料的顾客，请到我们酒后的 office 登记，酒后八路，因为我们要给免费给农友试用我们的三个十六跟十二十二十七二，你没有用过，你的园地最好是有超过一个 acre 啦，因为我们一次去我们要放大完，啊、哦、啊，我们免费给你们三个十六一包二十五 kilo 的，我们会做登记。为什么我们在酒后新山做呢？啊，因为在酒后，只要你是酒后，因为我有 marketing， 我们去跟你放。那么你放了我们这个三个十六，我们要给你做比较，你可以试用我们的三个十六，给一包免费二十五 kilo， 你跟我的妹妹阿妹做 record 012-701-6199 012-701-6199，啊，也就是我们的三个十六，或者你要十二十二十七二都可以，各选一包啊。你没有用过我们肥料的，因为我们有 marketing， 我们去跟你放，免费放，跟你 explain 土壤这两种肥。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两种肥？因为我们的十二十二十七二顾客的 response 很好，非常好，用了我们的十二十二十七二，反应非常好。我们是粉状的肥，粉状的。为什么我们要做粉状的？各位，比如讲，你买了粒状肥，你跟它打碎变成粉的，就是像我们十二十二十七二这样的，我们这个是粉状的、哦、啊，你不要看到这个粉状好像是假的肥桶啊，假真假的假啊，放下去你就知道啊，我的顾客我们用了都回 response 很好， response 很好啊。我们这个是粉状的，为什么要粉状的？我们有走我们的路线，因为放下去自界分解，自界溶解啊，不会讲一个礼拜没有下雨啦啊，不要，它也自界会溶解啊。粉状的肥，我们这个粉状就是说，你买不同牌子的粒状肥，你来打脆也是像我们这种粉状的肥啊啊，这种粉状的呢，它的color呢，你看了就好像是，有的人讲第一次看到十二十二十七二啊，所以我们在酒后你跟我们登记，阿妹是我的店妹妹，012-701-6199，你没有用过我们肥料的，因为我们有 marketing 去跟你放，跟你讲试用一包啊，两种肥你各选一种，一个是三个十六，我们的三个十六是我们的伊尼兰哦，很出名。你放过以前可能你放过其他人的三个十五啊，三个十六，三个十七，三个十八也好，你可以试用我们的三个十六，三个十六，啊，我敢讲啦，你一定会大开眼界。你用我们的三个十六，你的分量要比放的少，以前你放别人的三个十五、三个十六、三个十七、三个十八，那么你来用我们的三个十六，我们的分量要放比别人的更少，更少，肥力耐久，肥力耐久。昨天我在马六甲跟那个李喜曼，有一位菜农，他有五片、六片还是七片地。加上来应该有一百一个，他用我们的三个十六种什么？低闷，低闷呢？他放了，他讲了比较大条，他是跟我芙蓉蛮店的代理买的，芙蓉蛮店的代理，那位顾客是在马六甲，他在马六甲也有园地，在麻坡也有，在东甲也有菜园，啊，他放了，他讲他的低闷比较容易大条。比较容易大条，
还有我们印尼的顾客，来自印尼的巴丹的，也是跟我们代理买的，他用我们的三个石榴放菜豆，菜豆啊，他平时放其他肥料要七天放一次，我们的三个石榴14天放一次，14天啊。所以为什么我要给你们测试我们的产品？第一，你用之前你用其他的肥，比如讲你放100克，我们这个放50克。平时你用其他人的放1kg，我们的半kg。在酒后，因为我们是这样，不是因为我比较照顾酒后，不要搞错，因为我有 marketing， 我们去跟你放，所以为什么我要给你们免费测试？因为我们要证明我们的三个石榴效果很快，放的分量是别人的50%，因为我们有印尼南诺，印尼南诺来代替三个石榴，我们强化我们的印尼南诺抗噬菌，来增强我们的三个石榴。我们是粉状的啊，就好像我的这个12、12、17是粉状的。我今天要跟大家改变一个观念，有的人讲粉状的肥来得快，去得快，这句话对吗？对不对？不对，多的不对。我打一个比喻，这个是我的舍留伯肥精，肥精，而我们有紫肥王，紫入这个肥料是王，肥精，我的舍留伯它一到空气，它就溶解。这个来得快吗？快。去得快吗？没有，人家还是在用，所以各位，粉状的可能许多人不习惯，各位，你放 Protect 60% 是不是粉的？是吗？是。许多人的中油盐一年放一次或两次的 Magnesium 镁，镁有18啊，有一水有七水有20、27，是不是粉的？是，粉状的。白肥是不是粉的？是。波乱是不是粉的？是。你种榴莲，黑水芒是不是粉的？是。堆肥是不是粉的？是。所以这是一个观念，我们做粉状12、12、17的，也就是说你拿各种的肥料你把它敲碎，样子也是跟我们12、12、17的一样啊。我不敢讲我们的肥很有的比啦，我打个比喻，我的适当疙瘩，适当有一顾客，他3个月前买我的12、12、17、24吨啊 Miss Low 是吗？12、12、17、24吨去放了，哇，反应非常好哦，很满意。那么呢，他这几天又订12、12、17、12、12、17、12啊。所以我给大家指导一下，如果你讲肥料来得快去得快，不对。打肥水是不是来得快？气有快吗？没有。如果快的话，人家不会再打，我德蒙诺有一个顾客打我的肥水啊，打我的肥水超过3年啊。刚才跟我下单50桶油度跟油脆，50桶啊，他的油种也应该有2-3百斤，50桶啊，又跟我订8823，啊。上个礼拜才摘一车27吨去，今天有时价也是价20多吨，啊，这种不可以胡说八道的。他这个 order 是跟我的代理定的，好，各位啊，所以安哥威廉太红了，很红啊，实在红啊，啊，当然要有品质才站得住脚啊。来 ，SM Wong 是化肥还是有机肥？是化肥，但是我们有掺有机，好 ，OK， 还有刚才以为在吱吱讲啊，汪杰壮，弟弟讲有的刺吗？弟弟讲啊，弟弟讲，我的 marketing 不在那边呢，
因为我会先开放50位顾客，50位哈，50位顾客，因为我们一定要给人家跟人家讲解我们的产品的优化，我们的产品在哪里 ？OK， 我先开放50位，啊，你跟我的妹妹登记012-701-6199啊，啊6199，好，各位啊，你用我们的三个，我的三个十六分量一定要放比你本来用的肥料，比如讲你用其他的1kg，我的是半个kg或700克 ，OK。比如讲，你平时放2kg，我的放1kg或1.5kg。